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。访问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外乡亲戚大家好，咱今仔日已经来到这个年初四嘛吼，嘿啊，伫个遮吼，甲咱海内外乡亲戚，咱共同来拜一个好年，拜一个早春啦吼，早春。啊，咱今仔日咱的王董的吼，为这个台南吼，千里迢迢，搁为台南遐个，无够千里啦。啊，毋过哦，对咱来讲，迄是真困难的代志，哦，因为第一啦，这坐车爱钱嘛，哦，出外拢爱摕着收费嘛，咱若靠迄个三千外块阿扁啊的，甲咱争取的三四千块的生活，迄来一抓就开偌济去啊，半个月毋好食饭啊，吼，歹势啦，免笑嘿，来王董的你好，来这个鸿鹄网络电视的这个好朋友，新年快乐啊！对，新春如意，拜年，新春如意啊！咱今嘛讲到，就是讲，这个民进党哦，做甲哦，袂得人听，互人足忧心的啦。我咧讲咱王董的哦，坐坐啦，代表坐坐咱的这个台南的这，唔是干呐台南，咱全国的咱遮的基层的父老兄弟姊妹哦，足忧心的安尼。啊，尤其哦，看讲这个形势啦。民进党安尼，逐遍选，逐遍输，啊一路输大底，坏坏坏，连三坏哦，看起来足惊讲，惊讲四坏球保送上来安尼吼，啊保送对方上来安尼，啊所以讲即马佫出来一个这个啊赖清德，啊但是赖清德伊即边出来呢，我感觉吼伊讲话哦，互人听到底吼，若我啦，若我听到底嘛无讲介介意呢。啊，我唔知讲王董的你对有甚物款的迄落看法安尼？无啦，这个顶下你讲这个，咱即马这个赖主席啦吼，就从差不多到十五选举啊，十八就就任这个民进党的主席啊啦。啊，未主席进前，伊就台湾行透透啦，按这个新北直直行，阮台南的上尾座啦。不过，阮台南这座来讲，以阮知啦，台南这座反正是无讲介好啦。是安那讲无介好，因为阮台南都有一挂遐迄落爸爸啦，有诶无安尼一大堆诶中间。代志啦。啊，这个中间有时啊感觉咱听到，有时啊感觉讲咱嘛无听到讲吼，这个偌清着主席来提起去这个代志，还是你当时因咧讲诶，就讲啊，拢讲拢。拢因那像一般因咧讨论，就是讲啊，就大家茫互相那像讲闹开安尼就对啦。问题毋是闹开，无闹开问题是发生于阮台南市啊。变成讲八十八成的来讲啊，如渣啊，到即个市府的即个金花旗即个局长，发生阮啊几啊项就对啦。有诶因即摆讲的讲啊，台南市较早是一个美丽的故乡。现在变成什么乌刀啦，什么乌金啦，都种种有诶无安尼，所以有时啊，阮做身为阮台南人来讲，我嘛期待讲咱即卖即个赖主席，即个路是要安那，感觉讲，互阮台南人感觉讲对你强调有一个信心，即个信心诶中间，就感觉讲啊，你即个赖主席要安那行即个方向。这个方向要安怎？我感觉讲，阮会当到这个方向来对你行呢。无迄啰安怎呢？迄个王董的吼，因为啦，这边哦，赖主席在讲遐个话吼，迄就是一般的人嘛应该讲的，一般的这个民进党员也好，关心台湾的人吼，拢会使讲的话啦吼。但是我就感觉讲，伊主席的迄个。官道吼，伊应该讲一个较清晰的安尼，这个点样解释我清楚。安心嘛。即卖你咧讲就是讲，为啥咱普通一般人咧讲的，甲讲你主席讲的，要让感觉讲，我要安怎讲对你这个赖主席，赖主席感觉讲你的讲法，啊，甲你的看法，甲你的用词的代志，的魄力啊。有时感觉你讲啊，讲一般人我咧讲的，相信人对你赖主席有来失望啦。基本中间到底你赖主席，你边啊遐人，我有时啊感觉讲你边啊遐人的用人，到底你不感觉讲哎，你的种种有诶无，一举一动是毋是你边啊人的安排？你想咱选举迄落啊，你想民进党
民进党嘛有选对会啊，选对会就算啊，安尼中央嘛无看选对会出来讲到底问题是出伫倒啊。哦，我是希望吼，咱的赖主席唔通讲到底讲这个情形，到底你一直你十四哦，无啦，这个十四，阮台南所讲的遐话，到底外口的反应，你内底的模式到底有了解偌济啊？伊最主要，这个赖主席吼，你身为一个主席，你要领导这个。党员嘛，啊，就是讲从政党员嘛，吼，迄拢归你管嘛，哦，你应该安怎做，你都要提出一个魄力，做予台湾人看，予台湾人会当放心一安尼啦。讲哦啊，这个讲无，这个选这个赖清德了后吼，虽然讲咱党员的迄落选举权去予蔡英文家己没收去啊吼，啊，但是你嘛是同款有选票的人啊，啊，你着爱做迄个有选票的人，啊，甲咱伫边仔咧看闹热的人，爱有一个讲吼，确认确切吼，北京伊讲确切，你偌清楚起来做这个领导这个民进党，你刷落要安怎行，你着照好照过。无啦，即摆有时啊，咱都讲倒转来啦。你即个大主席，你也讲，当民进党你即个主席来讲啦吼。你都2024年来讲啦吼。哦，有时啊，感觉讲伊即摆讲的是即摆问题，伊像我往当讲的，我往当的看你即摆大主席台面上会当讲2024年会当感觉讲，即个总统要来选总统，目前是差不多看到你尔啦。哦，迄是阮看到的啦，啊，毋过政治人毋是讲咱看到就准算啦。是啊。哦，政治人拢会感觉讲会思考啦，会感觉讲啊，就转去派系啦，啊是安那？哦，就讲啊，就我吐你，你吐我，你个，啊，我是希望啦，主席你就会当讲，感觉讲你台湾人要安那揣到？哦，咱2024年来讲，哦，因为阮即摆所看到过年伊这段时间，即几日啊，看到国民党拢哦蠢蠢欲动呢。哦，你好友谊啦，还是郭台铭，还是安尼种种，哦，看这个台面上是拢哦，政治人也要送啥，可能台面上拢看会到啦。哦，啊，你强庙啦，有诶无诶哦，大家拢行啊，倒去拢好啦。哦，不过好，中间你方向，你也知讲百姓要诉求诶是会当讲，感觉你赖主席会当感觉讲，互阮知影偌济啊。因为咱拢啊，这个民进党啊，就是这个寸脚卡啦，无边两个啦，规个都无。较早像讲，阮这个建党啊，都规无开始安尼，捏到有民进党啊，捏到做总统，啊捏到今仔日安尼啊。嘛是变咧，想要去变无伊，无用啊，有用啊，无安尼。即话就是感觉有安尼讲哦，敢若足危险，就讲啊，明仔载目睭八斤到五千几，规家啊路都无咱的记安尼。啊，我就想讲你偌清滴哦，你是毋是讲爱做敢讲毋免讲像咱王党的讲伊，我感觉伊就是咱基层的这个灵魂啦。啊，你安尼互伊安尼千里迢迢遐尼啊远，啊，搁遐尼啊寒，互老大人安尼，伊应该带厝抱孙佚佗，啊，看电视、唱歌啦，结啊，结果你安尼，伊搁为着台湾安尼伫遐咧走走，你心肝敢袂有感啦？你接什么证啦？无啦，这个对面，我现在要讲来讲，为啥感觉咱的路啊，主席来讲来，当讲这个吼，变讲面对面含这个，看要讲支持下，大家面对面，大家就一个沟通的这个，哦，这个舞台啊，哦，这个舞台是咪讲哦，唔当讲哦，人因讲啊，你某时某日啊是安那中间，哦，阮看会到，阮会当面对面，哦，变讲阮所爱。啊，是阮所要了解，当讲面对面含你做一个赖主席，大家当吼面对面，大家来讲啊。哦，我是希望啦，希望讲吼，伊会当讲怎啊会当放下，啊怎啊含我种变讲啊，就时间摆落。伊死下落来，伊心肝吼爱下较软弱咧啦。你当初安怎选举吼，你即马就从迄当初安怎选举款的勇气。介落魄力拢家行出来，吼、哦、啊！来像我较早迄个客厅会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讲上迄落什么地下电台啦，吼、哦，什么恁拢哦，唔通讲哦，我即马做过官，我外伟大安尼哦，无外伟大啦，人民难投票予你哦，你到时哦，你要去排，要去扫涂骹。无啦，爱谦虚都谦虚啦，谦卑都谦卑啦。啊，
千杯啊，人千杯怎啊变食秘鲁啦？啊，那醉了。哦，我们一个人嘛，定讲我拢做千杯，拢三级讲千杯。嗯。哦，啊，千杯有啊，千杯行到这个2022年的10月2日咧做千杯啊。嗯。所以讲，你讲干那行，迄落行累啦，伊足强啦，安尼啦吼。你行安怎腰安怎硬吼？迄无效，你做出来再来讲啊。无啦，我是希望讲咱的主席会当含咱面对面，大家接触啦，不管啥物场所啦。对啊。哦，伊要讲啊，要行桥庙啊，还是一般伊要出来讲啊，宣道啦，伊种种。哦，希望讲像阮这款会当讲，会当上接平面的上好啦。对啦，参像讲咱这种的，也袂爱去家伊讲哦，伊当选了后，咱去家讨一杯，讨一杯，唔是酒嘛，唔是咖啡啦，矿泉水来啉嘛，买嘛。啊，咱的后代也无讲哦，家塞入去讲哦，就爱搁家安排单位哦。好啦，唔是咱的个性啦。咱拢是台湾上个清气的，这个台湾人的灵魂上需要是咱会当行出来啦。啊，你若讲无需要，咱行袂，咱免行出来。你若像民进党平安啊，是安那种种哦，诶，执行的这段时间。哦，迄是即马看到讲11月2日，都感觉讲输了要赢，讲输啊，那个输啊，退落赔去啊。嘿啊！哦，我是担忧，是担忧讲，唔通讲啊，这个政权，你当民进党的手怎啊都损失去啊？唔是，阮咧破格啦。对啦。哦，所以阮啊讲，阮做乌鸦也不要紧啦。哦，啊，就比如讲，啊，就阮就人，阮个人还个人，阮冤知啊。哦，啊，到底遐政治人听落袂，阮就唔知啦。哦。王董的，我来讲哦。迄阵啊，毋着阿扁啊上台了后，敢那迄落即个迄、那个大地党迄边嘛，啊，我毋着想讲，啊，当阿扁啊在执政啊，啊那咱那民进拢在执政啊，啊，我着落去即个部落内底吼，救灾啊，参加救灾活动安怎吼，啊，我着想讲啊，我做两任的理事长，转来，我转来全的吼，戆伊，你敢知影？迄规路红打拍，迄讲迄落红衫军安尼用到安尼哦，我看着迄外惊呢，啊，我走伊迄落总统位啊头前遐起行一下，都好一群人安尼甲我围起来，围起来什么原因？讲我穿一件青的衫啦，青的衫，嘿啦嘿啦，啊，我都唔知啊，啊，我就安尼位遐行去，就去往围起来，啊，结果。无，我迄阵啊住伫三平埔，啊尾啊吼。话你放假去，啊你放假。无啦，伊甲围起来，毋知要甲连伊对，我毋知。对啊，要被分配啊，你放假。警察咯，有两三个警察较紧走来，就伫迄个臭头啊庙的迄个角啊遐啦，两三个警察咯走来甲围吼，甲牵的吼，较紧讲过去迄落大的迄个人，迄伫遐啉咖啡，迄个所在啊，基础会馆遐，迄基础大楼遐，甲带去遐吼，伊才放掉，才我转来，伊讲，迄边你唔好过安尼。我唔知我对啊唔对呢，原来讲哦，讲啊我咧想讲我是对啊唔对，啊原来。你讲红衫军咧，当面视频中迄阵咧，红衫军。对啦对啦，就是迄边啦，惊到啊，啊你唔通过一遍，偌清白。主席拜托你，你唔通过一遍，搁互咱台湾人搁惊到，我是不是安尼？嘿，啊，即摆都有些遐个在野党有咧想啥无？属于执政的人，执政党有啦，还有即个伊思考的啦。啊，唔过哦。哦，因为咱几当前发生着的，你即摆以后是毋是像顶下你讲安尼无？咱毋知影啦。但想起来，搁了会传呢。哎，那就是你执政的责任吗？迄老乌仔外惊人咧，啊，我就想讲，伊就是讲要来抓阿扁安尼，要去总统府抓阿扁安尼。阿扁嘛，美女，你啊，即马阿扁了，嘛是别人迄个。嘿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就感觉讲，不但哦，民进党哦，咱哦选票互伊，该支持行街头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就是讲爱伊好好啊做，啊，咱也袂去甲讨官，你只要你好好啊做就好安尼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所要求的就安尼嘛，哦。伊好啊做，啊做好台湾人民会当放心，会当安居乐业安尼。好啦，我是台湾咱的罗主席会当行伊家己的路啦。嘿啦嘿啦。哦，这个路爱怎讲，阮百姓要爱是啥物款啦？哦，你啊，这个2024年，这个政权都老掉啦。嗯。哦，如果2024年这个政权，哦，啊你我有时啊，我是其他阮民进党都，除了讲咱罗主席以外，啊都有啥物人要出来初选？哦，党员稍微都有这个消息都出来，哦啊，准备的时阵，都穿着家己的路去行。
对啊。哦，伊是阮所期待啦，毋通感觉讲。哦，用啊狗个家己来乱就乱死啊！对啊，对啊。哦。啊，唔通讲哦，迄落拢要行蔡英文路线，蔡英文路线证明是失败的。无啦，迄是失败的啦，迄在未离了，迄是证明伊偷情啊嘛。哦，迄是大家唔敢讲尔，啊，不要跟他反两个，反两个来做歹人啊。咱两个做。哦。咱有时啊，有时啊，讲要求这个责任，事实咱要讲较实在，就是你蔡总统，你也负这个最大责任啦。哦，啊，就无人要讲，无人要讲，阮就讲两句，啊，阮也莫讲上侪啦。哦，但愿咱的蔡总统，知影讲即个台湾的何去何从啦。嗯。哦，还是阮期待的啦。哎，啊，咱即马吼，王董的，咱休困下，咱明暝倒转来。OK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